喽！哎呀，今天呢，教大家怎么来上吃上一个海螺啊，一斤一个大海螺。首先把海螺的壳要去掉，这个盖啊，再用筷子来张360度的旋转，看看完好无损。吃海螺一定要把海螺的苦胆去掉啊，海螺的苦胆去掉。再把海螺的肝去掉，太热了。海螺的肝要去掉，太热了。海螺再这样吃海螺的苦，太好吃了。